下面啊，我们讲一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。我归纳了三个方面，一个是他塑造了一个倜傥又丈夫气的形象。李清照身为女子，但是词中常常有丈夫气，最典型的是她的《渔家傲》。《渔家傲》，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，仿佛梦魂归地所，闻天宇殷勤问我归何处。我抱露茶接日暮，学诗漫游惊人志，九万里风蓬正举，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。渔家傲的这种词风啊，在李清照词中并不多见。当然我们也看到李清照的词啊，可能散失的较多。如果我们能看到李清照的全集的话，那么很可能他这样的词风里不止一首。这一首啊，我们讲着会有一个感觉，仿佛是女子用词写的离骚，也像秋元啊在离骚当中声天入地啊，那种享乐体味，很有特色，很有特色。再比如李清照写的夏日句句，大家都是熟悉的，生当照人间，死也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，写的也是气壮山河的。他的《半月雷诗》中就有“水桶南过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”，也是气魄很雄壮的，雄壮的。另外，李清照《山雨》与《寻常雨》度若省略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讲到的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举到很多例子，是很好的说明。其实远不止这一首，有很多词里面都用许多口语。寻常语又加以这个附和韵律，使得写得很美。李清照的词很少用典，一般都很通俗易懂，但是又很优美。他运用大量的叠字，这一点我们前面也重新说过。其实啊，他用的叠字远不止我们这里用到的九组，就是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切切加上点点滴滴。他在词中还用过羞羞、萧萧、悄悄、依依、依依、丝丝、沉沉、黏黏、沉沉、轻轻、深深、星星、依依、种种、方方、圈圈、种种、吵吵、轻轻、依依等等，等等。其实刚才我们讲的几首当中，像羞羞、萧萧，这个丝丝都出现过，出现过。而且呢，在《声声慢》等一些代表作中，他运用许多十字音的字，比如《声声慢》当中，寻寻轻轻，凄凄惨惨，切切都是词音，点点滴滴是色音。全词用色音十五字，用词音四十二字，全词九十七个字，色词音就占了五十七个字，仿佛给人一个老太太源于顶人的那个味道，给人一种亲切真实之感，真实之感。诗人饱受理想背景之苦，国破家亡之恨，无依无靠之悲，其词藻风格在
清奇的轻轻细腻，转而为后期的沉郁凝重，感情也变成凄楚悲凉。这种感情在他的声声慢中表现得尤为典型。成年作的云藻界就说，李安逢神七个冠绝一时，这又与白色老险相鼓吹，夫人能持载带有其人，未有如李安之恐惧前后载也。李清照成古今女诗人的第一，大概是没有争议的。沈振之军歌手谈也说，李安倜傥有丈夫气，乃闺阁中之淑性，非清流也。这段话下面还有一段解读，我们就不细说了。今天我们关于李清照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